开端，心意一耳，爱想单位，十二月份几个月班，班开始，向无极老虎行三鞠躬礼，先到五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分到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恭请副前任执杯。前到一鞠躬，分到一鞠躬，副前任好，副前任好，请坐下。
咱听见暴力，惊死对不对吼？唔不能比恁大点灾，比恁心理上可能，咱嘛阿无真正去恐怖的，安尼了解。因为什么原因呢？因为确确实实，咱台湾的卫生部，而且甲你管理、甲你控制，迄个惊的、迄个惊的人吼，迄种因的卫生部在关怀，自早甲你惊了，是安尼讲。伊嘛知讲，即号传到对这个社区来，即有了多人控制的物件，全部你想不来，即一个传一个，一个传一个，即毋是遐个，毋是遐简单，会当传来，会当处理。哦，美国有先进了无？日本有先进了无？英国有先进了无？德国有先进了无？近几天拢还蛮贵的，上一下一天五万几的，遐先进都不够。咱今仔日阿是较学人几个，即会使讲死的是，咱讲呾讲遍地遍地拢是死尸啊！咱看到印度迄、那个幸福烧到尾就烧，用咱怎啊等落去就无咧？总咱楼梯楼梯会流行，一区一区拢楼梯徛顶起，迄是一个足麻烦的代志呢。烧到无木材啷个烧哦？总啊，等下伫迄个幸福里面，无法度啊，啊无变啊，朋友就安尼处理。所以呢，咱嘛非常，如果咱今日住伫迄个国家，咱会恐怖的。咱命在即个半死，你掂是要掉知影，咱掂是要死知影。咱家己拢真正无把握的，唔过呢，咱也想看卖啊。咱今年台湾即个波乐，即叫做风来先到。仙岛若要甲解释，就讲仙人所住的所在。仙岛就是有福报的人所住的所在。仙岛就是拢住的拢种仙啊，你敢知影？啊，那叫做仙岛。阮遐就是王宅，王宅就是讲阿爸家己的厝。哦，李宅就是你家己的厝。哦，啊那迄个仙人所住的，哦，叫做岛嘛，即个来仙岛嘛。哦，恁都当成是仙人恁住的所在嘛。但是，咱两千三百几万人拢住伫这仙岛，换一个解释，两千三百几万人拢就是仙。仙佛无无，那边个供仙，分做哪？天道、地道、阿修罗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、地狱道，迄、那个仙有分做欲界、色界、甲无色界，迄叫做三界天。你看迄个天的内底当中，迄是佛无足大个头头做。到我讲挂你这个岛，到我挂仙岛呢？无福无足怪人，无早挂这个仙岛呢？我你讲有影有影？一个人你了到到这土地，唔是讲你入去挂地当挂呢？我你以为是各位想想，你安尼存无存会使呢？唔是讲无啊，今日台湾才结婚啊，你世界要看看咱台湾，啊，咱台湾这个地了了了，连绵万万山，好啊，所以咱一定会了解，咱大家。离不拉西，咱的出世就是这个台湾这土地，大家共同打拼，这个叫做仙岛。啊，这共同打拼，大家叫做缘，因缘的缘啦吼，叫做因缘聚合。那这因缘就是讲，咱大家拢有这个缘来挂这个仙岛。咱讲嘛，这唔是咱大家当选择的物件。各位，世界进入两百多个国家，世界进入七十亿的人口。七十亿的人口了，咱台湾两千三百几万的人口，咱是建国了这就头发弹落来，就头发弹落来啦，敢有可能我带着台湾这土地，敢有可能？世界这么大哦，哦，这地球这么大啦，嘛，这世界，你用建国了这就头发弹落来啦，敢有足够好足够带着台湾这个土这细地这土地，有可能你带着材料？有去搭伫加拿大，有可能去搭伫苏联，迄土地拢台湾几啊百万块，迄有可能去搭伫遐，怎可能来搭着台湾这个土地？迄是笑之又笑。但是你今仔日既然来搬伫台湾这个土地，那毋是有原因，你袂当搬这个土地，这是一个实际的物件。那既然你来台湾搬这个土地，咱台湾这边人大家拢当认识。大部分啊，我唔讲大啦，大部分我当平线，会当去做线，
哦，你那边做的因为，我想你讲，咱一贯的，行在一贯的班主，哦，你世界有七十，有差不多只有八十阿归国家来，你过去的时阵，发生的时阵，咱我坐飞机，大家当中，拢差不多二十几个，上是二十几个，拢是熟悉，因为遐拢去，国边不是飞机要飞泰国。二十几个，迄就是拢去泰国开房。你讲问题，你做人单，但我做最人单的，伊就甲你做较清楚。因为下家己的钱，用家己的时间，去你二世甲你形成咧做一个布局，这是拢咧过去老祖先、过去前辈接落来，就是安尼甲因接点，甲因做些。我咱台湾这个土地，会当安那，会当拄着代志，会当平安的。所以世间古人讲，无事在天，后面古人讲，心事在天。古一句话讲，人较贤，唔得天作比较好。感谢呢。所以呢，咱一定来知影，爱相信，咱是来去有因果的物件。一个有因果，一个有善意的家，一个有善意的家庭。这个家庭一百分钱一定就是照因果咧行。先讲，你种果，你会得果；啊，你种豆，你会得豆；你种西瓜，会得葡萄；啊，种葡萄，会得西瓜。无天下无这个道理，所以讲种瓜得瓜，啊，种豆得豆。但是咱做善，这一善，咱一定得着善；做恶，你就得恶，是因为时间未过。啊，不是罪恶无报，好、哦、过去，咱前面上咧是讲咧台湾讲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也是咧大家过去也毋捌听过，就讲有一个土匪，啊，这土匪呢，就每一日都伫山边咧打猎，啊，就咧打劫，抢劫就对啦。讲有一日，新王爷、好王爷咧生日当中，伊嘛准备咧拜对啦吼。讲的时阵啊，那个土匪在摆的是一只鱼啊，吃个只，一只鱼吃唔吃？啊，吃个，啊呐，吃个只，啊，一块肉要吃大，因为伊有钱，人买一块肉，人买一只鱼啊，但是这只鸡要买遐外只鸡薄，啊，所以呢，因为伊就是鱼啊大只，啊肉大块。啊，鸡就是细只，啊，手肉就是细个鱼啊。但是鱼啊有一个足好个，一个老百姓，就是少年家，拢专门咧做善。伊拜王爷，伊就肉吼细个鸡，每时拢买嘛，啊鱼啊嘛细个只。但是呢，因为伊只鸡就是专饲俾人太拜王爷，迄只鸡是只大鸡，当时真好食。一支酒棒是祖先留的，足可爱、足水的酒棒。但这个土匪就徛在边上，啊，你酒棒呐，当夹到我是夹，我是酒棒过你夹。啊，你只鸡鸡蛋呐，当夹我是夹。啊，我只只鸡蛋，我是只同我你夹。啊，你我多是多，啊，你多是多，啊，有输赔无？有啦吼。所以呢，反倒那个少年家入面，在那在偷换位，你听无？甲看我袂当，用迄个相机倒转来，看到八只鸡在飞飞飞飞，啊，亲像蛮爽，飞飞飞飞，怎么甲搬回来？你听我，迄个土匪嘛是边个看？伊嘛三分大个，伊也袂讲话。万只万只万只，伊万只个，即我即贵州啊，啊你即贵州啊，啊你今日你是安怎么搞娃娃钱办？你安怎么搞娃娃相机过来？但你大家来看，哦，叫做真白相个，即大家去咧相机嘛，大家去咧摆嘛吼。啊！你讲人吼，你这个是怎啊？但是有贵州的，你唔敢讲咱花，到尾迄少年家嘛，我无。我无见咧王爷是，咱只啊靠王爷无花。王爷啊，因公你个好道理个，哦，这王爷又来啊，两个娶嘞，靠一阵人一头，特别看老月啦。入面当中，迄个少年家，迄花就着在花。王爷在上。啊，地主大厦，今日你这只鸡甲手办啊，我的，希望你把它想开。若不是我的，还等你把它想开。所以呢，你这小人家吃了，我这个被酒亏了，你听无？
无想过啦，话两三拢讲笑过啦。这个少年家伙明明杀鸡，甲亲手办的我的含王爷，啊你啊天哩，啊哪安这无信，这性格，你气着怎收收嘞吼？你足济人你看看都民主嘛，收收嘞做歹牌啊，歹牌怎么样？到迄面当中，王爷就来甲托帮，伊讲某某啦，我嘛知影杀鸡你个。我嘛知影，千秋万里的，但是伊哩，伊的势力旺，伊的势力旺啊！我今仔日来甲讲你的，你当场就叫做拍，你耍电动，你拍遐个拍夹的，你是良心，但是唔敢说。但是有一日，因为咱人啊吼，恶有恶报，啊善有善报，日子如何，不是天理如何，一定不错。到了自己的时阵，因为伊的当伊运咧衰的时阵，伊的心理咧目睭是很好，所以迄边的人在当中，迄个少年的正气的，当讲说啊，安尼有心灵，天理如何天理，迄个心啊蛮痛。等到自己的时阵，迄土雨山顶都趴了，我惊了我半路，迄个少年家，我伫咧山下迄个野餐做事。我趴一个车轮了，车轮一听哦，竟然迄个了到哦，迄个了到西北方面趴车轮，嘿一下吼，吼迄个了到就要惊死，我现崩掉也怕死。所以呢，吼，迄个少年家看我变变讲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一字一个，非是天理不过。咱今日大家咱看只现象，会当只功德，会当只福德，咱只是种善能量。这个因缘，这是从不属于的显能的善能量，这是德能量。所以咱天台上大家都参悟道条，啊，除了这是道条，咱的命运，咱的愈来愈旺，愈旺啦。关键个个咱命运愈来愈彩色 ，OK。命运就是对你修的改变，唔是今仔日有什么方面能改变你的命运，这点一定要了解。啊，今仔日嘛非常的热，但邀请着咱讨论。咱林锦娇吼，林锦娇是一个啊，咱女性的啊嘛真优秀，而且当处长吼，啊恁今日咱邀请伊来咱啊主持，啊这嘛是咱服务吼，啊恁先慢慢耽误了咱的讲述的时间吼，啊这两个多少叫好的多一点，先进一块，时间点多，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啊，宋林锦。道公，分道与公，感谢护持慈悲。